大早我们要准备去环球影城，然后去环球影城之前呢，我们就是要搭那个像猫空缆车的东西，出去到另外一个岛上面去。阿里旅。非常的重，可以看到整个乐园是走这种过年路线，回娘家，然后再放那种春节歌曲啊，多喜悦！这里面还有一间鼎泰丰，也有一点鼎泰丰。转球，我们转。别人这么长，我们这么短，耶、yeah! ！地陪，感叹少章，赞叹少章，耶、yeah! ！Priority，Priority。Thank you。挑战那个是 human， 一个是红色的 human， 一个是蓝色的什么 alien something， alien something， 反正就是红色是初级版，我们先去做初级版，这是这边唯一的两个云霄飞车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先来挑战这个 unshake human， let's go。哦，我们刚做完两个，其实就是风吹的比较大，然后它的加速的那个坡，一般我们都是慢慢爬嘛，它这个是。就上去了，这是云霄飞车的特色。这个大概也是这个园区里面比较刺激的两个 ride 吧，做完了。好了，我们刚刚做完这个《妈咪神鬼传奇》的云霄飞车，里面的气氛非常不错，它有限制住你的视觉这件事情。然后里面有那种突然跳出来吓你的那种木乃伊，对啊，所以还蛮刺激的。然后我妈刚刚也有跟着我们一起做这个木乃伊，他说到就是闭着眼睛做完整层，不过至少还有进去做了，还不错了，还算蛮勇敢的。鼓掌。搭那个马达加斯加的这个 ride， 然后这个是我妈敢坐，你看她现在非常的悠游自在。好了，脑波要变很弱了。